在1970年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，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。权能时间，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的事工，教导新一代，透过神的爱，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。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。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，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。当你信靠神，没什么能够阻挠你。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，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。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，面对什么障碍，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。各位朋友早晨，欢迎你收看权能时间，同埋多谢你对我哋嘅支持。我哋嘅节目系双语广播，除咗英文原声之外，如果你嘅电视机系有丽音设备，你就能够以广东话收睇权能时间。今日施伟柏牧师鼓励我哋活出信教神嘅人生，喺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信靠神的意思是完全将我们的信心交托给神，因为我们的神的信实和大能是足以粉碎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捆绑。我们要信靠神，即使我们有疑惑、困难和伤痛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主耶稣要改变我们跟像祂，所以我们要信靠祂的时间和方法。神想我们有小孩子一样的信心，就是尽心尽意地去信靠祂，在一切的环境里面。在圣经箴言第3章第5至6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萧伟柏牧师教导我们实践4个习惯，以致到我们能够活出信靠神的人生。第一，去接受人生是有痛苦、困难、疑惑、死亡和改变。第二，我们每天与神有约。第三，每天将神放在首位。第四，完全顺服神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早晨，欢迎欢迎，这里是充满能力，这个社区里面充满能力，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充满能力，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充满能力，请拧转身和身边的人握手，说神爱你，我也都爱你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奉耶稣圣名，我们感谢你，你邀请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们感谢你已经在这里。主，你聆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信靠你，对你有信心。神，我们知道你的大能足以战胜每一个困难和粉碎每一个捆锁，我们爱你，奉耶稣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
各位请坐。哇，预备听韦柏讲道之前，先听上主在马太福音的话语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，牵了驴和驴驹来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：和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高高在上，和善那。愿我们将生命交托给神，愿我们信靠祂的时间，愿我们生命中信靠祂的方式。阿们。Temple there, I heard.
今天的嘉宾是贝艾琳，她是一位港员、教师和作家，但是对她最为重要的是妻子和母亲的身份。艾琳可以充于分享和教导，就是喜乐和开心是可以得到的。透过和神一起满有生命力的关系，喜乐纵使在不完美的人生是可以得到的。我们一起欢迎贝艾琳。你好，艾琳，好开心见到你。感谢你的邀请。咁对我咧系大有意义嘅，因为喜乐系我哋教会嘅重要教导之一。我哋经常教导人要成为耶稣嘅快乐门徒。我哋认为喜乐系福音嘅一部分嚟嘅，好明显呢啲系理所宜充传扬嘅。冇错，喜乐系一个选择，好多人以为佢系一种感觉，好似瞓醒嗰阵话今日会喜乐吗？我嘅小朋友喺度做乜嘢？我嘅工作点样？而冇领悟到喜乐系你能够给予家人嘅礼物。如果你在家庭聚会中有人大发牢骚，这样就会好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一样。是真的。要知道喜乐不是自私的，而其实可以服侍家人的一种途径就是给喜乐他们。是，那甚至可以成为一个目标，是不是？我们总是需要时间去重估自己的生命，假期完结之后就要思考我们的事业目标、育儿目标。事实上快乐可以成为目标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这样做是可以的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那人以为喜乐不能够作为目标，但它其实是一种你可以改善的技巧。另一个目标可以是我早上要向配偶展露微笑，小朋友放学回家之后向他们展露微笑，或者真的要向他们微笑。当我哄他们睡觉，他确实可以作为一个目标，但这个只是你个人的目标，不能够强加于你的家人，要他们令你开心。这个不是一个你要控制的目标，所以你要订立一些能够做到的目标。而喜乐就是一种技巧，可以令你进步。我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喜乐，是回应普丹尼讲的，其实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他说开心的人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，不开心的人使世界变得更加差。他又说不开心或者坏脾气就好像臭气一样，别人以为你不懂得治理，我们要刷牙、擦止汗剂。我们要想一想怎样跟身边的人相处，因为正如你所说，他会破坏气氛，所以真的要定下目标，做个更加快乐的人。如果去问你认识的人，他们会说这样会是很美好的事，表现喜乐，成为喜乐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喜乐令到一个家庭很不同。如果爸爸或者妈妈带来一种喜乐，你提及普丹尼，他是我家的大明星，我们经常听他分享。我的小朋友他们分别是6岁、9岁和11岁。我11岁的小朋友想轻松一下，会说妈妈，我可以看普丹尼大学吗？他们是关于世界的微电影。这样实在令一个妈妈开心。当他11岁的儿子想这样轻松一下，我认为如果你以喜乐作榜样，将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好的影响，他们会回应的。艾琳，你其实在新书里面都写了，但是你经历了很多。当你谈及喜乐，而你曾经有几次流产，你7岁的儿子更加被车撞到，经过这一切，你仍然能够得着无限喜乐。请同我哋分享一下，可唔可以啊？点解会咁嘅？当然可以啦。我哋曾经有不育嘅问题，后来有咗一个仔，我哋非常高兴。而另一胎陀咗26周就流产啦。你知道吗？当你失去某人嘅时候，你可以求问神：你点解要咁样对我啊？握紧拳头嘅，冇问题嘅。我想过咁样做，但系冇几耐你会放开拳头话：神，请捉实我只手，让你嘅平安充满我。佢会嘅。记得嗰次我哋失去咗细女安祖嗰阵时，神以佢嘅平安同埋同在充满我哋，因为我哋好需要佢。一年之后，我哋有一个女，佢今日同我一齐嚟，佢嘅名叫做贝洛儿。如果冇失去安祖，就唔会得到贝洛儿。喺经历困难嗰阵，如果能够领悟有失去，但系亦都有得着。无论那个得着是即时的，或者是在10年之后，我们的儿子他到二年级的时候，当他在家附近踩单车转弯的时候被汽车撞到，我们赶去急症室，他在那里，但他没什么大碍，只是擦伤了。就是这样了。好好，第二天我们带他去乐园玩，我们很开心，他很好啊。你知吗？就在那一刻，我明白了《使徒行传》的经文，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。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的小朋友就不会有气息和生命。当我们能够放手，信神在掌权，就有平安。很多人在信仰上挣扎，当他们经历悲痛，会很怪。人是会有两类表现的，但是一类人的表现不一定比另一类人好一点。但似乎有人经历困境的时候会说，为什么会有神啊？神为什么会是美善的呢？而另一类人经历同样的困境的时候就会说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生命中有神。如果我没有神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怎能够跨过苦难呢？我认为
最重要的是，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笑容，当我们展现微笑，表现出快乐，我们有喜乐，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忧伤或者挣扎，是不是？我们内里至少有那份平安，让我们喜乐，这些也都是你的分享。我绝对同意。这本书《三十一天成为喜乐妈妈》，爸爸都可以看的，是吧？当然了，爸爸都可以看的，他们可以协助妻子，自己都可以照着做。但也都分享你的书。好啊，三十一天，有人问能不能够完成，这本书真的是写给妈妈，手抱着尖叫的小朋友，在超级市场里面，他们在想，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？很简单的概念，要开心 happy， 简单来讲，要做个健康的妈妈。精神健康、情緒健康、心靈健康，做個行動主導的媽媽或者父母，而不是以哄騙、承諾、乞討。你要行動主導，要言行一致，做一個恆常禱告的媽媽，而不是經常在網上尋找答案，去到神面前尋求答案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是啊，絕對是啊。堅忍的父母都知道，這個是長久戰。你不只是養育一個小朋友，而是一個成年人。你要你的成年人怎樣被塑造，然後在 happy 裡面的 why 是要填 yes 的。作為家長，那些 yes 是什麼呢？以不会等于被判十八年牢狱，而是作为父母有可真正拥抱和喜爱的事。你有什么最好的建议呢？我认为身为父母不是去问，而是去告诉小朋友他们知道需要些什么。因为我见到很多父母，好像有位女士在高级的商店里面，她的小朋友在大哭大闹，父母就说我买一份礼物给你，这样可以吗宝贝，这样可以吗？我认为不要买礼物给小朋友，因为他们是不需要礼物。因此，身为父母，要问我哋嘅小朋友，你可唔可以收拾你间房啊？可唔可以放低你嘅电动游戏机啊？你可唔可以过嚟食晚饭啊？放低佢啦，收拾你嘅房间。我哋已经失去嗰份理念，系我哋嘅祖父母嘅教养。讲得好好啊，好好啊，冇错。纵使我哋想啲细路爱我哋，但系似乎更加重要嘅系得到啲细路仔嘅尊重。啊、如果啲细路仔尊重我哋，佢哋会同时尊重同埋敬爱我哋。贝艾琳，非常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分享，佢亦都会喺广场外面同大家见面嘅。神赐福你，多谢，多谢你嘅鼓励，多谢韦柏牧师。父母要喺教养孩子中喜乐。感谢你嘅邀请。
Hosanna, our Lord, we pray.
我哋好高兴你今朝早收睇，你系我哋教会嘅一份子。你今朝早同我哋一齐敬拜，我哋好高兴你今日同我哋一齐。如果你喺附近，请嚟牧人园林教会啦。我哋想认识你，教导你嘅孩子。我哋想教导你，唔理你系边个，我哋想你知道，我哋爱你，甚至喜欢你。希望你嚟到牧人园林教会，我哋好想认识你。如果你曾经嚟到呢一度，我哋经常咁样开始嘅，咁样张开手，谨记我哋喺基督里边嘅身份。我不是我所做的，我不是我所拥有的，我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，我是蒙神所爱的，这就是我，没有人能夺去这身份。我不必忧虑，我不需匆匆忙忙，我能够信靠我的朋友耶稣，并与世人分享他的爱。多谢各位，请坐。我想讲讲我的讲道形式，特别是今天和上个星期。今天讲到的时候，我是会以宣告的形式向你讲话的，而你会试图去讲这个不是我，他不认识我，他在描述和我相反的性情。我今早会做的，之后每次讲到我都会讲出一些事是关乎你是谁个，以宣告的形式是相信他会成真。对于某些人，这些是真的。我觉得耶稣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例如当人说个女孩死了，耶稣就说不是，她只是病了，她会起身的。罗马书四章提到神的属性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。神只是需要说这事，这会成为，或者这将会就发生了。我现在不断学习服侍像基督，就是指要更多向你宣告，向你宣告多过只是叫你去做。我希望你今天领受到，不单只是去学，我更加想你今天领受到，并且说是啊，这个就是我。今天我向你宣告的是，你信靠神，你将信心交托给神。当你将信心交给神，神就会祝福你和拥抱你。你不会害怕，你不会惊惶，因为你的信心在神里面，祂的信实和大能足以粉碎生命里面的一切捆锁。祂能够保守你，你时常信靠祂，你会继续信靠祂。祂因你而骄傲，见到你因信心而信靠祂，他要奖赏你。如果你领受，请讲阿门。你信靠主耶稣，好好，你不会惧怕，你不需要惧怕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信靠神是指你完全信靠神，你是一个十分之坚强的人，你跨过生命里面的经历过的事，你恒久信靠祂，对祂有信心。即使在困惑的时候，艰难的时候，你说主，我信靠你的话语，你所讲的一切，我生命里面的每一步，我会依靠你，你每一日都信实，这个是你的信念，你的呼求。因此神要带你跨过暴风雨，你最好的日子在面前，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。他值得信靠吗？在一个人人都使你失望的世界里面，即使世上最好的人有时会令你失望，人会不时令你失望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。但是在神的国，神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神的时间令人懊恼，但是能够建立我们。因此你要信靠神，你依靠，你已经信靠祂，因为祂值得信靠。我为你感到骄傲，亦都为此而高兴。今天呢，我会讲关于光荣进城，在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十分之重要的部分。海娜今天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，很多事情发生过才出现这一刻的情景。万众欢腾的节日是逾越节，历史学家估计耶路撒冷有过百万的人在第一世纪，这个是十分之重大的日子来的。现今世代有很多人，但是在那个年代呢，有这么多人集会几乎是未出现过的，所以差不多有上百万的人在一个地方聚集，几乎全球各地的犹太人年轻力壮，
他们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，为要庆祝逾越节。这些人聚集在一起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当时热闹的气氛，亦都会有很多人在这里买卖和兑换货币，人人都不停在这里交谈接耳。在耶稣的年代，正如今天一样，人人都想在耶稣身上得到一些东西。法利赛人亦都是，他们想耶稣提升他们的声望。当他不这样做的时候，那些人就反对他。病人想得到耶稣的医治，在耶路撒冷的群众想耶稣带领他们，不是令他们认罪悔改，而是令他们去征战。事实上，耶稣重复了多次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耶稣是在欧洲非暴力的基础下讲的，他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全部是关乎和平、温柔、爱你们的仇敌，但是那些人的耳朵就好像装了隔声器一样，全部听不到。而耶稣站在驴背上，那是很重要的，他不是马，马匹是用来征战的动物，但驴是象征和平。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些人都在呼喊和山啊，这一大班群众来到他面前，人人都很兴奋，他们欢呼和山啊归于大卫的子孙，这个是尼赛亚的预表，奉主之名来的，应当称重的。群众以为耶稣会去安东尼亚堡比拉多的地方，并且说你们罗马人从这里滚出去，否则我们会驱逐你们。但耶稣不是这样做，相反，他走入去圣殿要清理他。耶稣说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，这点是十分重要。很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经常问这个问题，这些人怎可以在星期日讲摩山那重赞他，他的名配受赞美，而五日后就说将他钉十字架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群人为什么会由赞美他变成为要钉死他的呢？怎么可能这样？答案是，他没有成全他们想要的，按他们的时间和方式。耶稣没有成全他们所想的去做，他们想他做这样做那样。你知不知道耶稣想要什么？他想转化他们成为学校耶稣的人。人人其实想从耶稣身上得到一些东西，但似乎耶稣最喜欢的是那些想要罪得赦免的人。那些罪人、娼妓、税吏、盗贼，耶稣似乎最喜欢这类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想耶稣先给他们赦罪。今天我们分享有关信靠，关于当我们从神得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先要我们信靠他，信靠他的时间，信靠他的方法，信靠他的方式。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愿意接受他，进入我们内心的殿，清理心灵，即使是严厉也都愿意接受，因为我们信靠他。我想跟你说，你曾经是这样的，今天你也是这样，你以心灵信靠耶稣基督，纵使你是罪人，纵使你犯错，他不会因为你而失望，他察看到你为什么信靠他。你活在两难之间，在满有盼望的地方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但仍然存渴望，仍然信靠他。即使你有疑惑，你的日子倒霉，他见到你是如何信靠他，如何将信心放在他里面，他会奖赏你。你的突破要来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不耐烦，你放慢了步伐，松容不迫，而你信靠他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。如果你继续信靠主耶稣，他必会奖赏你。你说不是我作主的，是你啊，实在好好。你说不是我的时间，是你的时间。你说不是我的方法，不是我的方式，是你的方式。神啊，这个就是信心，就是依靠，真是好事来的。神喜爱这样，他爱你，他为你而骄傲，他要因此而赐福你。我很高兴你继续信靠上主，这会给你有奇妙的力量。你不像那些要钉死耶稣的人，你好像这些人说，和神啊，主，我会跟随你走十架路，去到世界的地极，你去哪里？主，我会信靠你，即使在途中要经历跌倒受伤，你总是信实的。你心里是这样讲了，
你心里边持守神嘅约同埋话语，你已经信靠佢，佢因此而喜悦。你嘅信心好似细路仔咁样，呢啲正系神想你拥有嘅信心，唔系幼稚，而系单纯，好似有智慧孩子信靠佢哋嘅父母一样。我系细路仔嘅时候，仲系依赖我妈妈，我唔需要忧虑啲乜嘢。记得我喺长滩嘅玛丽皇后号船上面，系一艘好大、好著名嘅游轮。升降机下降，我妈妈望住我开玩笑咁讲：呢部升降机会载我哋去海底。记得当门打开嗰阵要忍住呼吸啊！我妈妈表情好夸张，我就咁样望住佢。忽然间，叮，个门打开咗，我就。而有趣嘅系，我并唔担心嘅，因为我同妈妈喺一齐，我心谂冇问题嘅，呢部升降机将会注满水，我只要忍住呼吸，我唔肯定将会发生咩事，但系妈妈一定会解决嘅。呢啲就系单纯嘅信心，你就系咁样与神同行，佢见到嘅，佢见到你人生经历困境，就好似升降机门打开，佢话门将会打开，水或者其他嘢会涌入嚟，你会冇事。呢啲就系你一直拥有喺心里边嘅信心啦，咁系好好嘅，咁真系好啊！你嘅一生会喺好多方面继续信靠神，佢已经赐福俾你，亦都会继续赐福俾你，以致你能够使世界变得不一样，对家庭有重大嘅影响。傅真妮有一个好嘅网志，佢写关于彻底去相信别人嘅七样习惯，我将佢简化成为四样。我真的要感谢他。四种彻底相信别人的习惯。彻底其实是指扎根，就好像萝卜一样。彻底不是指不理智或者是疯狂，而是指你扎根，根深蒂固，你是与众不同，十分之彻底。神当然见到你生命里面完全信靠，还有你生命里面的习惯，与生命里面彻底相信别人的人同样有四样习惯。我最喜爱的人之一，杨恩同我早前提过的安祖弟兄，被神呼召运送圣经去到共产主义的地区传扬基督教，就是在早期的苏联等地，随后直至现在在中东地区。杨恩是我的朋友，有一次他和安祖弟兄在黎巴嫩，他说每个清晨无论情况怎么坏，安祖弟兄早上睡醒都会完全无惧，只是剃须，这一件是每天都要做的重要事来的，无论情况有几咁恶劣，他都会剃须的。有一个清晨他们睡醒，在中东某处发生了暴动，子弹在头顶飞过，还有汽油弹等等，而安祖弟兄呢就对着汽车的倒后镜在那里剃须，子弹嗖嗖飞过，杨恩就说：安祖弟兄，我们要离开了，我们会死的，如果再逗留在这里。安祖弟兄仍然在剃须，还说：杨恩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去天堂都要剃好须才去啊。安祖弟兄现在已经是老人家来了，他很健康，他曾经面对过最危险的境况，神实在保守他。这些彻底信靠、完全信靠神的人的特别之处，有四件事是人会做的事，就好像你一样。一，他们接受身处的境况和所拥有的，他们接受现况，那个就是你。你已经接受了你的处境，你已经接受人生里面是有困难这个事实，使你悲伤，甚至使你怀疑，但是你仍然接受了。你接受了死亡和转变，接受人生中的苦难，使你困恼，使你伤心，然而你是接受了。在这一点上，你没有要求去证明什么，很多时神是不会给证明我们的。你没有要求愚昧的证明，好像凭着看见。在迷雾中的征战里面，你说：主啊，我紧握你的手，信靠无论你带领去到哪里，我接受我的现况，但我对将来充满盼望。我接受我的现况，但是相信，
这个现况并不是我的将来，我的将来是美好的，因为我的将来有你同在。你已经接受了背十架的人生并不轻松，这个就是第一个习惯。事实上呢，这完全是正常的事来的。如果基督徒有怀疑，信心的相反是凭着眼见。因此圣经说，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因此耶稣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见过奥伯格这样做，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我要在三袋里拿些东西出来先，等我看看。好，找到了。好，我手里面拿着$20，是乐视借给我的。谁信我？谁信我？除了乐视之外，有哪一位信我？哇，我很惊讶。大夫，好，大夫，这位是朴大夫。你相信我有$20？我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值得信任、诚信。哦，你太好人了。还有谁？讲下笑而已。你啱嘅，我相信乐视。系，呢个就系乐视嘅$20，好好。呢件系重要嘅一件事嚟嘅。如果将我嘅$20俾大夫，就破坏咗佢嘅信心。你明唔明啊？因为系啊，佢见到啊，佢嘅信心变成知识。我们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，神手里面拿了一样是他应许的东西。有人问，你怎么知道他在那里？你都见不到。就好像大夫煲了我的说话，我们甚至会更加重扬他，他是信实的。我信靠他，你见不到啊？我不需要见到的，这些是信心。有一天我会见到的，但到时不再是信心，变成凭眼看见。可以有怀疑的，亦都可以发出问题嘅，但系喺过程当中，某一日神会张开佢嘅手，俾你真正所需要嘅嘢，希望会超过$20。所以第一个彻底相信别人嘅习惯，就系接受佢哋嘅现况，唔系经常会开心嘅，会有伤痛嘅，但系佢哋接受咗。第二件彻底相信别人嘅事，系佢哋每一日与神有约。你知道对神有信心，不是关乎努力去做。好像你一样的人都知道，要每一天将神放在首位，拨出时间，即使是5分钟或者1个钟头与神独处，是最重要的事，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做得到的，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基督徒。好像你一样的人，使世界变得不一样，因为你改变了你的时间表。你清楚一星期的第一天，即是主日，要来到教会，你知道每个星期要腾出少许时间去聆听主，同埋将生命对准神的话语。这些是你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来。作为一个信靠的人，你每日将神放在首位，定时与他约会，你将会见到那是怎样改变你的生命。继续这样做，继续。如果你未曾做，从今日开始，神急不及待要同你见面的。更加要记住，领悟好过教导。当你同神一起，你就变得更加似他，感受到他的同在，同埋辨认出他的声音。有好多人好多星期都冇祷告，会话我唔知点样聆听神的声音，因为每一次他哋要听取指引，就会走入去祈祷室嗰度，但系佢哋唔需要听取指引，就唔会咁样做。所以他哋唔知道神的声音系点样嘅。但系呢个唔系你。你定了每日的时间表，你每日拨出时间去体验神真实的同在。你是一个聆听者，你领悟到。我在祷告的时候不用说任何说话，我所需做的就是聆听，知道耶稣实实在在的同在。你减少了生命中的干扰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将手机放在一旁，将忧虑拿走，你特别为神准备时间，这样使你成为彻底信靠的人，亦即是指你的人生将会大大得胜。第三样彻底信靠的人的习惯是，他们
会请教别人去检视他们的决定。他们寻求智慧。当你听到与你人生有关的事，而你颇肯定是来自神，那似乎是不太理智了，但我认为是神，你去寻求你信任的虔敬的弟兄姊妹，说我认为这个是主耶稣要我做的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听取他们的意见。你知不知道，当你这样做，你是不需要经常照着人家的说话去做的，其实是你表达你的意见，看看别人怎样说，即使你不去做或者不同意他们所说的，你其实容许别人检视你所做的决定，那些你人生所做的大决定，流露出智慧，你这样做是聪明的。你为别人立下典范，他们视你为榜样，你就造就出彻底信靠和得胜的人生。最后第四样，好像你一样的人会做的，成为彻底信靠的人，就是完完全全信服神。完完全全信服神并不容易的，那是需要好好的品格、信念和勇气，而这些你是拥有的。神见到你生命里面的好品格，我知道你曾经犯错，搞到一塌糊涂，但是没问题的。这些是人的属性，他仍然见到你心里面的美善，你喜爱良善，恨恶邪恶。他会不断塑造你的品格，成为他呼召你成为的人。他见到你的勇气，知道你要做的事，而你害怕去做，但你终于做到了，你使他的心喜悦。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信服神，读圣经，其实是去读登山宝训。你看圣经的时候，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。当大声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声音就会清晰听到的了。读圣经，将你的生命沐浴在神的应许里面，用这些去塑造你的思想。你们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，你这样做，你爱慕神的话语，因此你成为一个十分之刚强的人。你将生命交托给他，你学习到在人生的混乱和恐惧当中，你说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你是值得信靠的，你是配得的，对不对？神是配得信靠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恩待我们。圣经说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够背负自己。那是不是好消息啊？好像你和我一样相同的人，我们混乱、跌倒、犯错、伤害别人，我们感到坏透了，但神说不要羞愧，不要害怕，我爱你们，你最好的日子就在前面，我为你感骄傲，我不会因为你而失望，你信靠我，不断依靠我，你美好的日子将会到，你所做的已成就的，我为你骄傲，我为你骄傲，因为你每日都在这个残暴变幻莫测的世界里面，你仍然恒久依靠神，那令他喜悦，温暖他的心。我想鼓励你继续信靠主耶稣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天父，你在这里，我们信靠你，我们接受要常常面对的境况，并拨出时间来与你一起，让我们离开的时候亦都与你一起。我们对你有信心，神，我们祈求天父，你继续更新我们的心，有彻底信靠的心，好像耶稣一样。我们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家愿主赐福你，保守你，愿主用脸光照你，赐恩俾你，愿主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，阿门。请下星期再次收睇肖惠柏牧师要带俾你盼望嘅信息。权能时间，肖惠柏牧师好想听到你嘅分享，请写信俾我哋。直至下星期，请记住，让你嘅盼望而唔系伤痛嚟塑造你嘅未来。多谢你收睇权能时间同埋对我哋嘅支持。喺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信靠神的意思是完全将我们的信心交托给神，因为我们的神的信实和大能是足以粉碎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的捆绑。我们要信靠神，即使我们有疑惑、困难和伤痛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主耶稣要改变我们跟像祂，所以我们要信靠祂的时间和方法。神想我们有小孩子一样的信心，就是尽心尽意地去信靠祂，在一切的环境里面。在圣经箴言第三章第五至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。肖惠柏牧师教导我们实践四个习惯，以致到我们能够活出信靠神的人生。第一，去接受人生是有痛苦、困难、疑惑、死亡和改变。第二，我们每天与神有约。第三，每天将神放在首位。第四，完全顺服神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和星期日的早上6点钟，你亦都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www.hourofpower.org 或者是 MyTV Super。 多谢你收看，神爱你，我们下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。